金门呐、啊，那个两旁啊，完全是鱼子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请你做哪一把鱼子？急急明明慌的，年轻人一走出去，这么一搞一看，耶，连你哪买？我到哪里哪里？搞收入，搞公务就收入。哎，常务当中，我们带的有五儿，小学、中学，哎，所以我要买票。多大的牌子？这种什么什么五庙什么什么东西牌子挂起的，哎，当地的人连武术人呢，听着来了，武术就是再贵，他宣传就在。我吧，只谈那么一点。好，好，我们继续进行。